就我上次去地獄掘出嚟嘅隧道啦，甚至我掘通咗啦，掘得幾遠下嘅。而家目標就係揾個地獄堡壘啦，順便就揾埋靈魂沙，因為我需要煉鋼啦，同埋靈魂沙嚟整更加多嘅裝置。但好似物資抵得，我唔知啦，應該夠啩。石英唔係話有好多，金裝就唔着啦，見人就打。閃避 mask。OK，石英磚就可以同村民換，但系石英就冇得換啦。所以都要掘嘅，去、哎、拍死，仲系跌落去好啲岩漿度。只豬就攞個盾牌，應該揀打打死啦。一轉裝，轉啲。边行边揾堡垒，同埋灵魂沙都比较紧要。咦？呢、這个黑色嘅柱系阴影定系？揾翻我边度过嚟先？我边度过嚟嘅？大王，哦，呢度有货币喺度，标记住先。上去嘅方法就掘上去。已經有個一件，佢唔係咁好用，不過唔緊要啊。去完嘅地方就擺個石頭啦。冇跌，可惜。OK，又系骨头路。食物应该够啩？摆方块标示住嚟过，你都系骨头路嚟噶。左右仲有地方，但系都冇嘢行。摆方块，骨头路。OK，有骨头路。前面有岩浆，但应该仲有路嘅。好似系冇，应该安全啩？封一封先。哦，到唔到。好黑。哦，原来就系你，跳嚟跳去。喂，好多分岔路，哦，揾到啦，其中一个目标达到啦，三个，哦，爆咗，五个都够啊，暂时嚟讲，唔够先至再嚟啦，好、哦，邮箱。冇乜特別，唔該骨頭佬。前面多個箱，冇念師姐，冇乜嘢。骨頭佬，買個方塊。骨頭佬，哦，有念師姐，已經見唔到我，好冇嘢。呢就係啱先嚟嘅地方咯。咁即係呢度都唔係呢個探員，係呢度都骨頭佬嚟。买方块，
去翻啱先去到地方，你睇好。呢个骨头路嚟嘅又系，一路落去，有包子，两边都有。哇！啲包子都唔紧要，其实药水冇乜用，主要都系个灵魂沙，灵魂沙比较紧要，嗰啲红石嗰啲水流装置都要去。冇嘢，背包就系门。哇！骨头路已经睇完啦。个楼梯上去顶头系咪？都冇嘢啦，唔知呢条路睇完啦。呢、這个又冇嘢嘅，侧边又冇嘢嘅。哦，系啱先个位置，咁去呢条路睇下先。背面系有一条路。哦，但系都冇特別。咁上樓梯，上樓梯都係頂頭，好特別。上嚟係啱先嘅地方，咁過去左手邊呢度有個箱。OK， 入手滿咯，個腦唔要。跟住有咩唔要嘅？红色呢个唔要。骨头路。哇！呢度冇特别，又系落去。呢个地步比我想象中大。我原本以為好細，防我方法。我连自己消失了。好，呢个就系个山怪砖嘅地方。尽头，上去。呢个又系骨头路。又系一个山怪村，咁呢度，咁呢条路有嘢就唔摆方块咯。哦，哇，我得先，喂，啱先手忙脚乱，我以为有盾牌系咁放。咁撳右鍵，哦，咁呢個地方就上翻嚟，應該兜翻一圈咯喎。咁睇嚟可以翻去嗎？應該探完啦。個背包都滿，比我想象中嘅細喎呢度，不過都夠。靈魂沙有，煉鋼有，山怪磚有，個地包子都順便有，然之後有啲金馬甲，跟住鞍，不過其實有啲馬甲同鞍都唔係成日用。喂，前面好多豬，我冇盾。你湊下熱鬧。哎呦！
打佢打佢。喂。咁痛嘅。我见有啲退休法。惊唔小心嗨中个大猪，我翻去条路喺边呢？唔喺附近点？喂，老猪啊，走啊！惊喺度噶。我是转左行过嚟堡垒的嘛，咁个系右边呢度。唔紧要啊，当系地形。啊，喺度。哇！骨闊去，方便型。地下擺個咩嚟？地獄磚。咁應該認到啦，而家就翻去。條路幾長下。有冇辦法可以遲啲有個冰船地下鋪冰，然之後攞木船飛過去？可能主世界個熱水台就算合咗，我都唔會太成日用啊。然之後個靈魂沙就擺喺度先啦，遲啲有需要再用。個地獄包子47個都唔使種，47個都有排用，唔夠先至再種。拎啲昂石合個人造台，我去村民個地方，俾個村民就職。就擺到啦。哦，你得。咁啩，我啲綠寶石換紅石啦，我紅石都幾需要。冇殺身，啲村民受傷，哎呀，太多啦，開始，哦，應該冇所謂啦，啊，就係咁啦，仲有咩做？應該冇啦，拜拜。